四，大家上午好。今天还是由宋幸福给大家带来小故事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为什么用了这种声音呢？因为每天的问好啊，其实太过于机械化。前面三句总是各位师父、各位师兄，大家上午好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听着听着呢，有些师兄就不耐烦了，所以说咱们得换个口吻，希望呢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昨天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穿衣、戴帽啊、穿鞋啊这方面的风水。这个风水啊，要加一个双引号，是方便大家理解啊，并不是说让大家去看风水，大家莫要误会。大家看过《了凡四训》吧？应该是有的看过，有的没看过。啊，但是老同修的话应该看过了，老宋是不厌其烦三番五次的给推荐。故事中的了凡原名呢叫元皇，在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位算命先生，这个先生啊，大家也不要以为就是江湖卖档的，人家呢可是有真本事。于是乎呢就将元皇的之前的事情一一算中，之后的事情呢也一一算中，都准。看来命里边啊真有这么一个顶数。什么是命呢？前生所造之因，今生所成之果，就是命运。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你所造的因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前生呢？肯定不是，而是无量个前生，无量个前生所造的善因和恶因，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啊集中的成熟。比如说你从出生到死亡这个时间段啊，依次的成熟，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时而坎坷，时而坦途，时而纠结，时而幸福，喜怒哀乐无非因果。这个因果是不是就不可变呢？因不可更改，但是缘呢却能变化。记得元皇啊，自从被算中之后呢，后来遇到了很多事情，一一应验。随后了，他就看破红尘，但是此时呢，还不是真正的看破，而是破罐子破摔，爱咋地咋地，反正命就是个这了，随波逐流，随遇而安。再后来呢他遇到了云谷禅师，名字是不是呢不大记得了啊，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。一席话呢才点醒梦中人，
于是乎呢，这个元皇啊，就啊大量的积功累德，并将名字呢改为了凡。从此之后呢，就多了一个袁了凡啊。经过改命之后啊，发现什么？孔先生的这个算命啊，不灵验了，不准了。大家想想，您还在经受苦难吗？夫妻不和啊，孩子不孝顺，工作不顺利，赚钱太难，身体多病，怎么办？都去学习袁了凡，了凡四训中有啊。每天呢，都会遇到大量的诉苦的师兄，或者呢不学佛的朋友。言语当中透露着心酸，展现着苦涩啊，老宋啊深表同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宋是过来人。大家听听老宋讲故事以前啊，给大家聊老宋的身世。我也想做一个了凡，宋了凡，改一个命出来看看，为什么了凡只能出现在古代呢？现代难道不可以有吗？一定可以有，关键看你做还是不做，行还是不行。抱怨发牢骚呢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有这个时间啊，不如看几集了凡四训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。如果有人说，哎呀宋师兄啊，我也看过了凡四训啦，我也在学习啊，怎么没有改变嘞？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？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啊。只是我们肉眼凡胎看不出来而已。另外一种情况啊，就要看看于静义工与灶神记，和故事中的于静义工对比一下，自己做的善事究竟是真善还是假善，是满善还是半善，对不对啊？与故事中的人物做比对，或许呢你就会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啊。这两个故事啊，建议最少看100遍，要想改命的话。大家都知道今生要多造善因，同时呢要灭掉恶缘，你才能幸福。改命是个大框架，具体如何为之啊，就需要多听高僧大德的开示。如果您不嫌弃呢啊，就从头开始也听一听老宋讲故事。老宋不是高僧，也不是大德，我呢只想把我的改运经验分享给大家。我是希望啊，在咱们的祖国各地出现很多个
宋了凡、王了凡、杨了凡、李了凡啊，张王李赵各个了凡都出现了，全球各地出现各种各样的了凡，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善人好人呢？社会秩序会不会好？肯定会好。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的大同境界会不会来？会来。啊，既然大家想当了凡啊，那就要知道啊，要惜命。惜命啊，不是让大家迷信命运，而是呢要了解规律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规律啊，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那完全都是妄想。啊，可能是运气越来越差啊，那个掌握在你的手中。想要合理合法的变好，就恐怕就不在你手中了。信命而不认命，如理如法去改才可以。就像咱们古时候有个故事叫包丁解牛，对吧？如果这个人呢对这个牛的身体构造完全不了解，他又怎么去解牛呢？肯定没法解。咱们学佛人修道人啊，我们是不吃肉的，对不对？不杀生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老宋用了包丁解牛，是不是说让大家去杀生杀牛啊？不是的，是让大家明理哦。明理就先要了解这个规律，了解了规律，你才能利用规律，掌握规律，把控规律。你不了解，谈何改运呀？惜命其实啊就是惜因果。改命呢其实还是惜因果，都没出这个圈。惜命呢就是惜你出生时的那一刻所形成的果，在今生啊，这个寿命范围之内，一一呈现，这是不是无量的前生所造的善恶因，今生果的成熟啊？如果要想改命，那你是不是要造更多的善业的今生？一定是，必须是，肯定是。你那么幸福的生活 是不是善因的果报啊？叫善果。同时呢还有一个方法叫断恶缘哟，不仅要积善还要断恶缘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算命小故事。老宋看的书比较杂啊，在几年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不记得是什么书籍当中了啊哈。就是有一位京官啊，在京为官的，那肯定一般是不小了，要么是刺史，要么是宰相啊等等。
他回乡省亲呢，回来的时候啊走的水路，听不懂吗？啊，就是坐的船回来的。当快到岸边的时候啊，他的妻子啊要生产了，没有办法啊，孩子就降生到船上。与此同时呢，啊，这个岸边有个铁匠铺，啊，这个铁匠的妻子呢，也在此刻降生了一个男婴。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这是有记载的。为什么能记载在书里边呢？啊，还是有心人的，可能是下船之后啊与这个铁匠啊聊过沟通过啊，旁边的这个记录员呢也就将此事记下来了。话说20年后啊，啊，这个刺史家的孩子呢高中状元啊，咱先不去说人家那个状元是不是什么贪污受贿啊，是不是营私舞弊啊，对不对？咱不说这些，因为万事皆有因果的。中了状元最后呢官做得很大，于是乎这个有心人呢啊就下去考证一下这个铁匠的儿子在干嘛。啊，当他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赶到的时候呢，发现铁匠的儿子呢在打铁。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，为什么一个在朝居官，一个呢，在打铁，做一个铁匠呢？是不是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的预测术啊什么的，全都是假的呀？怎么会呢？如果全是假的，孔先生又怎么算定了袁了凡的命运呢？在没有改命之前啊，其中必有缘由。于是乎啊，他拿了这个八字，就是这个出生时间呢，去问了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算命先生，应该叫做易经大师。人家一看呢，啊，还没有等这个人说，啊，就直接回复，说这个八字颇有特别之处，如果生在水中，当做官；生在火中呢？啊，这是凡人普通人啊，就是技术工人。啊，这个记录员呢很不明所以啊很恭敬的向这位老师请教。这个老师告知啊，这个命当中啊急需水，而这个孩子生于水中啊，生于船上，周边全是水，水气比较重，完全弥补了这个命运当中之不足。而铁匠铺这个孩子呢，命中需水，
但是生于铁匠铺，干燥炎热，毫无半点水气，所以他的命运呢只能做一个凡人普通人技术工人。大家在想呀，这个预测书啊真是博大精深呐、啊！现在有没有周易高手啊？有，但是太少了。每一个朝代老师呢都会留一手啊，把最厉害的那几招呢保留下来，把70%-80%的内容呢传给弟子。当这些弟子当了老师之后呢，又保留一些，再传70%-80%的内容给他的弟子，依次往下传，传到现在，真东西不多了。所以说，每个好多人呢，啊，就拿了一个储存时间在那边辩论半天啊，他说穷，他说富。啊，他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在里边啊。咱们是在谈八字吗？又回到命运当中，为什么宰相家这个儿子或者是刺史家的儿子就当了领导，而铁匠家的孩子呢还是铁匠？为什么铁匠家的儿子就没有生在水中呢？为什么宰相家的孩子呢就没有生在了铁匠铺火中呢？这个水中火中是不是一个外缘呢？如果把水理解为善缘，这个火对他们来说就是恶缘。大家想一想，这个善缘恶缘重要不重要啊？重要啊。所以平时要不要与人积善呢？与人为善呢？要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天下人都不行呢？要不要去了公司看谁都不顺眼呢？不要啊。积一切善因，还要呢啊，多有善缘，这是外缘的重要性。大家仔细再想一想，那其中有没有因果了呢？还是有因果的。这宰相的儿子如果前生没有积大的福报，他能生于宰相家吗？一定不行，对不对啊？一定不可以啊。证明什么？证明遇到这个外刚刚出生那一刻遇到这个善缘恶缘，是不是也和这个福报有关系啊？肯定有关系，因为孩子还小，他没法去选择，他还不懂得积善或者积恶。那如此说来，还是前生所造之善因或恶因，今生所成之恶果和善果，对不对？那前生宰相这个孩子一定比铁匠这个孩子啊所造的善因福德要大。或者说呢，今生将要成熟的福报福德啊，比铁匠家儿子要多。有意无意啊，皆是天意，这不是天意吗？绝对是天意。天是什么呢？自然规律，因果规律，如是之因
必得如是之果。那出生之后，我们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有了意识，我们平时也在学习，我们如何做呢？和朋友抽烟喝酒，唱歌跳舞，打麻将，炒股票，弄期货，各种不善，那有什么？就种诸不善之善因。同时呢，这些都是什么呀？都是负能量，会干嘛呀？会有恶缘。大家发现了没有？有很多事情，它既是诸恶果的恶因，又是恶因成熟的恶缘。所以说佛陀一直教化我们手持五戒是善，只有这样呢，我们最差也能混个人天道吧，不至于三途，不至于恶道。这个外缘重要不重要啊？重要啊。当我们懂了怎么去做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知道做了很多善事，其他方法有没有用啊？还有其他的方法呀。这里边的水火是不是也是一种缘呢？佛法讲我们人是怎么组成的，宇宙是怎么组成的，地水火风，在我们的易经当中怎么分享，是金木水火土，只是对宇宙的归纳有所不同，但实际呢，两者之间相融相通，互不排斥，排斥只是你外在的心的分别念罢了。冬天冷了，我们干嘛啊？家里边要安暖气啊，开空调。农村里边呢要生火炉子，哎，冷的不行，我们要烤手。最直接的感受是说，火给我们带来了温暖。夏天太热了，我们就容易觉得口渴，觉得燥热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就吃冰啊，喝水呀，啊，进空调房啊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凉爽，对不对？火热火热，呵呵，谁能灭火呀？水，水的自然属性就是凉，是不是又降又啊？啊，这是又降又，这叫相克。以前给大家讲过相生，春天来了，啊，树木呢都开始发芽。辛勤的园丁在干嘛？在浇水，在施肥。水呢，五行里边是生木，是给木鱼滋养。这时候是大自然的外向，没有水，木能不能长？一定不能。怎么外在的东西你明了，一到了自己身上，你就啥也不知了？是因为你没有把握的它的细致的规律。比如说一个人，他的整体的命运当中需要木五行，怎么办？住在一个园林比较好的小区，或者呢往东方走，东方木马。如果需要水怎么办呢？河边、水边、湖边
或者平时呢多饮水，对吧？或者呢穿一些那种浅色的衣服，黑色啊，白色，白色是什么？是金嘛，金生水。是不是发现这些易经章当中的东西也没那么深奥嘛，对不对？前提你得要明理哦。我们上火了啊，春夏之交，大家容易感冒发烧，咽喉肿痛，咳嗽，咽炎，鼻炎，对吧？容易有这些症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喝水，多多喝水，这是良方，这是良药。喝什么水？喝大杯水，念念大悲咒，加持加持，好不好？很好哎。所以说平时我们要注重的要有很多，但是为什么咱们佛法里边啊不让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呢？是怕呀大家执着于这些外缘，就会忘记了根本的种善因的善果啊。执着这些外缘呢啊，就容易干嘛？就容易啊，不去好好修行了啊。希望呢通过这些啊术数来改变命运。那样你就完全错了。我们学佛人一定要听那些高僧大德的开示，但是听开示也要会听。法门是应机而说，教育呢是因材施教，不能把某一件事情当成绝对真理，绝对了你就执着了。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呀？我们平时要以积善因的善果，断恶缘，广积善缘，广积善因为主。但是外在的这些事情要不要考虑啊？如果你能考虑到，考虑考虑也不是坏事。自古一义相通，什么是一义呢？中医和易经有相通之处，就好像我们生了病了，有时候就要找医生，他本来就是生理病，不是业障病，不是因果病，你不找医生找谁啊？腿骨折了啊，你拼命说我念佛吧，如果你真正有这个真诚心啊，说不定也真正能感应着佛来给你治。但是你有没有那种真诚心呢？好的医生也是佛呀，你把那个好医生当佛不是一样吗？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所以说你一定要执着佛来亲自给你治才行吗？
术业有专攻，这个很重点的。也许的某一个善缘就是佛给你安排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不要过于执着，你要把握你的心在正道上，可以呢啊，去断一切恶缘，让自己呢更顺利一点，不要让人看见学佛人都是啊每天烦恼疾病缠身家庭不和，都是这样子的人在学佛，谁还敢来学？我们知道烦恼即菩提，是告诉大家什么呀？烦恼和菩提无二无别，但是不是说让大家去烦恼啊？你天天烦恼，你怎么去证菩提啊？都愁都愁死了，所以说要多做一个好样子。你心在定中，行为在正道之上，外在的就是表演而已啊。既然是表演，我们何不做一个好样子呢？我们是在家人，在家人的表演就要在家人的样子。和出家人不同啊，尤其是当代物欲横流啊，你在家里边表演穷困潦倒啊，每天穿几个补丁的衣服，如果你真正的大德居士啊，修行正果啊，威震八方也就罢了，人家会说你是借鉴啊，就好像一些大领导，人家袜子上破个洞是借鉴啊，补个补丁呢就借鉴，咱们自己呢能不能这样啊？人家不会说你借鉴，你说哎呀我这种生活就当他们说我给我宵夜了，好了，生活态度挺好的，但是你要做一个表法的榜样。之前我过得不好，为什么过得不好呢？是因为我不明理，没有学佛。现在我过得很快乐，干嘛？我因为我明理了，我学佛了，不仅精神状态非常好啊，而且物质上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啊。这就是福慧，精神文明就是你的慧，物质文明呢就是你的福啊，福慧双修。大量的去积福啊，可以呢偶尔试现一下自己有但不执着，这样呢就做个好样子。这个好样子不是说你有了钱了啊就去大吃二喝山珍海味，不是的，有而不浪费，多行布施。总之啊，大家听故事啊，要听话外之音啊，不要抓住某一个小段子呢就横加批驳。每次讲故事都讲得心惊胆战的，前面说一句呢后边还得补一句，因为大家干嘛呀？听故事无法连贯，
不是从头听到尾的，从单个小故事当中啊，还得给大家里里外外的讲，其实这个很耽误功夫的，但是又不得不这样，因为很多人或者就听到一个小故事，就听到一个小故事的话，如果我不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考虑到的话，这个人呢就可能是我的恶人了。尤其是学佛的同修，直接给你扣俩字儿：外道。不学佛的同修呢还给你扣几个字儿，还两吧，迷信。哎，两头不落好。真正能听懂老宗讲故事的，那都是大智慧的。真正能在国宝去修行的，我敢说都是有大智慧的。好了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49，今天的老宋讲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小故事能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启发，也请将小故事呢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、微信圈啊，或者任意传播的渠道发布时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也将此讲小故事的功德回向给诸位善知识啊，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、转发小故事、啊随喜小故事的师兄、朋友啊及一切众生，愿大家家庭幸福啊，人人呢开心，早日证悟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国。阿弥陀佛。